麦克婷姐好介绍的，下午好，今天我们来参观哦，在 Sri Austin Jet 这一边的一间大款的双层排屋哈。这一间大款的双层排屋呢，它还是 unblock view 的，所以如果是讲哦车子比较多的朋友哈，超过2辆的话，对面都有停放的空间哦。而且我们这间是属于多大嘞？24×75的啊，你们应该很少吼看到 Sri Austin 这边有比较大款24×75的房子。今天看的就是这一间车房的话，是属于比较长的哦。停2辆车进来，前面哦都还可以再放一些其他，可能你晒衣服啊，还是小朋友骑脚踏车哦，都还有位置的。我们进去里面参观参观哈。这一间的话呢，它是坐北朝南的哈，大门是向南的。一进来的话，这边。还有一面墙才会看到楼梯的一个小玄关，然后因为里面的话屋主在做一些清理哈，所以杂物看起来比较多。我们这一间是4+1间房5间厕所的永久地契，还是保安围篱区哈。这边屋龄也很年轻而已，只有7年的屋龄而已。我们看一下客厅的格局哈，这一边放电视机啊，放沙发，然后再来呢这个位置呢，你可以再摆放你家的这个饭桌的空间在这边哦。往后走，这个房子它还有干湿厨房，这一边你可以拿来打造一个干厨房的空间。我们往后走的话哈，它这一边呢已经是扩建完了的 fully extend 的一个房款，所以你可以看到哦，这整个都是你的家的这个湿厨房的空间，可以在这边大煮大炒，油烟飘出去，这边还可以再放洗衣机的位置。我们这一个房款因为比较大嘛，24×75，所以哦，它是4+1间房，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房间，你要拿来做 man room 也可以，要拿来做储藏室也可以哈。楼下的这个啊，大家共用的厕所就在我们私厨房这个空间了。然后呢，我们也去看看我们楼下的这个长辈房哈。长辈房呢，它是在这个位置的。长辈房本身哦，放了一张双人床，还可以摆一个小衣橱啦，可是摆了会比较窄一点。如果你是放单人床的话，空间就会比较大。长辈房里面哦，它是还有自己的卫生间的，所以单单楼下哈，单单楼下这间房子就有2间卫生间了哈。所以这间的话，它是4+1间房5间厕所这么多、哦，所以非常的方便啊。每一间房间都有自己的这个厕所，包括长辈房在内。我们去楼上看，也可以看到哦，我们上楼梯的时候，这个楼梯的宽度啊。它的宽度也是很宽敞的哈，然后上来楼上的时候，这一边它是有一个小厅的房款在这一边的哈。这个小厅的话，四四方方啦，可以放到沙发啊，放到我们的书桌都没有问题的。而且楼上的房间都非常大间哦，因为这个是 Sri Austin 的大款双层排屋。我们来看一下房间哈，哇哦，这一间是第一间楼上的客房，你可以看到哈，这一个客房的话，这一边如果你放了一个我们的床的话，旁边放衣橱，这一边呢你还要放梳妆台还是书桌都可以，在这一个空间都还是很宽敞的。我们走来里面看哈，这一间的话啊，我们刚刚有讲啦，每一间房间都有自己的独立卫生间，你可以看到它的卫生间哦，壁砖已经是上到完了的。然后我们这一间的话，现在也在做这粉刷啦，所以哈、哦，买的朋友如果是住进来的朋友，哎，如果觉得白气可以的话哈，还可以省下一笔这个油漆钱哈。屋主也在做这粉刷的动作。哇，我们来到第二间客房哦，这间客房真的蛮大间的哈，可以讲应该是跟那种普通的单层排屋的主人房哈差不多一样啊。你可以看到吗？它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它的格局嘞，格局是我们进来房门过后哦，这边是一个正方形的感觉的空间 ，OK， 一个大正方形，看你的床要怎样摆，然后旁边这边还有一个长方形的空间哦，可以给你做发挥的。这个房间是大间的哈，然后也是一样哈，每间房间自己的独立卫生间，而且你要做到干湿分离，可以加一个浴帘哈。再来，我们去看一下哈，主人房的格局是怎样的哈。如果你一直在找这 Austin 的话哈，这一间在 Sri Austin J 这边是大。大款双层排屋区哦，哇，我们主人房一进来哈，看到吗？一进来第一个感觉什么？第一个感觉就是哇，采光非常好，很漂亮的一面这个落地玻璃，而且
我们主人房的这个天花板非常非常的高挑哦。这一边因为还在整理着，所以还有蛮多杂物的啦。可是你也可以看得到这个空间哈，而且有注意到嘛，我们这一间的话，所有楼上的地砖都是也是大片的。这一边如果是讲我们拿来摆放床、衣橱的话有两个地方可以摆的，一个是可以摆在我们主人房床的这个侧边。一个地方咧，就是可以摆在我们一进门左手边哈，在我们进我们的厕所之前进卫生间之前，这边也可以拿来做衣橱，可以拿来做到一个更衣室的感觉。我们主人房的厕所哇，也是很大间，不愧是 Superling House 主人房的厕所你可以看到我们一进来你可以看到洗手台、马桶的位，还有它的这个淋浴间是这样子一个。有一个空间陷进去一个凹处的，然后这边你可以做玻璃门，所以的话它这边的话是有空间感的，很大的一个主人房厕所哦。重点是卖价多少钱，有朋友应该很想问，这么大间的这个双层排屋还在我们斯瑞奥斯汀，在马奥斯汀这个区会不会很贵？哎，会不会到八九百千大款的屋子哦？这一间没有哦，我们这一间的卖价呢是790千啊哈，而且这一间的方向非常好，坐北朝南的一个好风水位哦。这边也是属于华人邻居，我们左右邻居呢都是华人，还是 Amlockville 对面可以停放比较多的车子。这边是永久地契，物龄只有7年而已。我们保安维尼费是多少钱呢？125块钱了哈，一间24x75的大款双层排屋。这边6分钟 ，OK， 6分钟可以到我们 Aeon， 在 Dato'on 的 Aeon Eco Palladium。如果是讲你要去这个非常火的 Austin High 商圈，大概是10分钟车程而已。要下波底市中心的朋友哈，这边下去波底市中心呢，大概是一个25分钟可以到波底市中心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打电话来麦哥婷姐好介绍询问我们更多关于这间屋子的一些资料，也或者可以留言在下面都没有问题啊，安排过来看房哦。如果是屋主们有屋子要出售，也记得联系我们哦。找房子的朋友，这间不适合也可以联系我们的。叫我们今天直播视频到这边，记得离开的时候点赞给婷姐一个赞才离开哈，还有关注点订阅我们哈，我们下次再见。